可没有庇护伞了。五爷，我看这种没点实力就知道吹牛，一点也不把你放在眼里的人，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了。我看您啊，旁边的保镖大哥都忍不住一展身手了。好，我也好久没看见我的保镖表演表演功夫了。去，给我收拾一顿。住手！不要。属下，我没事。什么没事啊？他可是传闻中的吃人骨的风刀啊，他的保镖可不是吃素的，我不想看着你被打。哎呦呦，我这个人最看不得美人落泪。这样，你不想你男朋友被打，那就乖乖过来坐到我腿上吧。好，只要你答应我以后都不要找高冷的麻烦，我就答应你。高冷，我们分手。初夏，我可以保护你，也可以保护我自己，你别。哎，初夏，初夏，你怎么了？哎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果然一杯就倒，这酒啊还真是不错。五爷，没什么大事，我只是留了一手，在酒里啊掺了些东西，让他昏睡过去而已，没什么大碍的。好，很好，你是个好苗子。多谢五爷夸奖。高朗，你也喝了酒，恐怕这会儿你也快不行了吧？待会儿啊，你就得眼睁睁的看着你的女朋友变成五爷的女朋友的。谢行阳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你都自身难保了，我觉得放狠话现在就是你唯一能做的了吧。快快快，把美人婆抱过来。好的，五爷。你怎么还这么有力气？你没喝酒？哼，你以为我真的相信你所谓的赔礼道歉吗？你们给我制服这个不知好歹的臭小子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我今天想得到的女人我得不到。你放开我。黄五爷，我奉劝你不要动初夏，要不然我肯定让你付出十倍的代价。你给我闭嘴，这不长眼的东西。美，太美了，人间玉物呀。你放我。你们是谁？怎么随便进别人包厢啊？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我们帝豪国际的总裁也是你这种人能随便欺负的？什么？就他？他要是帝豪国际的总裁，我就到你。你敢打我，哥了？你想让你的人死了？死到临头还如此嚣张的人，是你。高总，您之前交代的让正业集团破产的事情我们已经成功了，最多还有几秒的时间他们就会破产。很好，谢新阳，你不是不信吗？我今天就让你看清楚我高王是不是帝豪国际的总裁，我到底能不能让你破产。你胡说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嘘，吵死了。听，你电话响了，我来帮你接吧。说。不好了，谢总，我们公司这次直接被帝豪国际搞破产了，你快想想办法呀。什么？这你？我高朗做的决定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没有人可以救得了，赶紧结账公司跑路吧。你谢总没有什么人能可以救得了。怎么样，谢新阳，现在相信了吧？你不过是一个穷酸小子，一个落魄的打工人，怎么可能会是帝豪集团的董事长？不管我是什么身份，你谢新阳随意对待别人，不把人当人的人渣，都不应该继续嚣张。不可能，我不会破产的，我一定会有办法补救的。五爷，五爷，求求您救救我啊！您可是堂堂富饶门的掌门人啊！高朗，
你让你的人给我放开，你以为你随便找几个小喽啰就能招惹我吗？你闭嘴！我之前对你们蜂巢组织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已经不耐烦很久了。你们今天还敢来招惹我？我要是不把你们组织彻底铲除，你当我高朗是吃素的吗？呸！你凭你是个区区上市公司的总裁，就敢跟我们蜂巢组的动手？你小子太天真了吧？对，人家庞五爷的蜂巢组织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，靠的是百年积累，岂能是你这个小小的上市公司能够阻挠的？我劝你识相点，赶紧把我们都放了。是吗？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事实到底如何。高朗，我警告你，我数三个数，抓你把我放开，否则我今天一定让你身首异处。你给我看，我来帮你数，一、二、三。现在开始停止供应蜂巢集团的资金。我，高总，你高总，你偷袭卑鄙！你怎么能害人性命？小子，这叫无毒不丈夫啊！我让你狂啊！我让你狂，不自量力！臭小子！你还算有点魄力，敢跟我五爷叫嚣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五爷，我就知道您的武力值不是一般人能够媲美的。您刚刚使出的那个法宝，是不是传说中的暗器千千劫？不错，千千劫，我不是让你销毁了吗？臭小子，你知道还挺多。不错，我背后的金主是让我销毁，可是我不愿意，阴奉阳违罢了。那个金主我还没见过。人傻钱多，糊弄糊弄就行了。您真英明，高老，就算是帝豪国际的总裁又能怎么样？你现在不还是狼狈的跪在地上吗？我妈让你，让你打我，让你找破事。高总，你们两个过来。我，谢哥，你喊我们干嘛呀？当然是一起教训高老啊，不然想吃白饭白拿钱啊。可是我能干嘛呀？五爷，我们啊给您表演个节目。好，好好表演表演。有什么冲我来，不要动我们董事长。真是高老子养的一条好狗，可惜啊跟错了主人。别急，等收拾完高老再来收拾你。你们想干什么？高飞，难道你不想报仇吗？他刚刚可是给你喝了辣椒水啊。刘彤，给人下跪道歉滋味不好受吧？当然想。你想让我们怎么做？去把桌子上的酒菜混合一下。五爷啊，让高朗给您表演一个狗爬式喝汤，您意下如何呢？过来啊。好，你小子太有办法了，我最喜欢看表演了。快快快，你们卑鄙！闭嘴，待会儿再收拾你。你高朗，风水轮流转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谢谢啊，你以为五爷真的能成为你的靠山吗？当然了。小子，你都是我的手下败将了，还不愿承认吗？看来你刚才是没喝饱是吧？过来再给灌上。你快给他多灌点，放开高总，你们这些混蛋。住，你谁啊？老婆敢坏我们庞五爷的好事？你闭嘴，文章，你想害死我吗？这白老没怎么过来了。你想死是吧？敢动我们高家大少爷？什么高少爷？少爷，对不起，我来迟到。白大叔，你来得很及时。蜂巢组织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会再提供任何资金和他们需要的任何物资。是。不，少爷，是我老眼昏花，我不知道您是我们蜂巢组织仰仗的矿主之子。我知道错了。不可提宽，矿主儿子就是你。把他们三个给我赶出北城，前三年去给我当苦力。是。不，
高朗，高朗，我们错了，求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对对对，高朗，看在我们同学一场的份上，您就放过我们这一次吧。啊，晚了，滚。至于你，庞五爷，你靠着我们家的矿养着，欺上瞒下，让你销毁了暗器，你阳奉阴违。来说，带下去，给我废了双腿。是，不要，少爷，少爷，走，打，赶紧去给部下治疗，走。初夏，你醒了，好点了吗？我没事了。哎呀，今天是我爸的生日。高朗，你跟我一起回家吧。好啊，也是时候该见见岳父岳母了。走。